当巴铁兄弟第一次吃皮蛋。还有No 这啥玩意儿，我天，黑颜色吗？黑的黑的。你笑什么呀？第一次看鸡翅里面黑的是吗？什么蛋啊？什么什么蛋？这是皮蛋，皮蛋。Oh, yes yes， 你第一次看到吗？哇哦，死了啊！你干嘛去啊？你咋了？啊？皮蛋皮蛋，来来来，这啥玩意儿？我天！皮蛋皮蛋皮蛋，非常好吃。小黑干啥了？啊？醋醋啊，倒点鸡蛋上面啊，这是皮蛋，倒点醋。那个不吃了啊，没事没事，来酱。真的不吃了？为什么？来来来来，哎，小黑，他们都不吃了，为啥？那个不吃了。你尝一尝那个味道，我你试一下子，你肯 try。来来来，吃一个。还有。不用。小黑来，我也小黑。来来来，小哥小哥来了啊 no 小黑等，把我笑死了。哎，你尝一个尝一个，吃一点，真的不吃，尝一点真的，我一吃一点多，没事，你尝一点吧，尝一点，一口一不是你吃这个，吃中间那个，这个吃这个。可以吧？小黑你吃一个，这个我不能吃了。你不能吃是吧？小黑来一个，小黑来一个。小黑吃啊，吃一个没问题啊。你尝一口一点点。 yes。 可以吧？可以吧？ OK OK。 小黑说可以啊。小黑一直看你，你怎么能吃这个？他说，